那个大弟弟跟就是这隔壁是阿姨跟阿姨的小孩一起洗澡，就是那个大弟弟跟那个很小的弟弟一起洗澡，然后那个很小的弟弟就看，就洗澡了，哥，为什么你的有毛这样？然后那个他的哥哥说，这个那个夜市买的2000块啊，有那个2000块这样，真的吗？他就用很羡慕的眼神这样子看，这样，你的有毛，我怎么的没有毛这样？他说我在夜市买的啊，2000块。啊，不是，他不是夜市，他是菜市场买的，2000块这样。然后后来我那个弟弟就被我另外一个阿姨叫过去说，你跟弟弟讲什么？你跟弟弟讲什么？这样，然后什么叫做他为什么要跟我要2000块？为什么要跟我要2000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去买什么？他要去夜市。他去菜市场买什么这样，然后我那个弟弟就笑，他就说，哦，他真的很认真呢这样，然后我弟弟就笑，然后我阿姨就问他说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就跟他洗澡啊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为什么我那边有毛这样，然后他就问我，我就跟他讲说。我那个是在菜市场买了2000块，旁边的人在笑你啊，你们都没有笑，他们是笑你，你们要出钱啊，吃白块，然后，啊，我谢谢旁边朋友，看来你那边应该有直播哦。然后结果后来他想说，你怎么乱叫弟弟什么啦哈？我说没有，我就骗他说那个我那边是菜市场买的啊。然后他说他要买那一副2000块，在那个菜市场买的，他要有毛的这样。哎呦，你都不会笑，隔壁的都笑了，你都不笑了。唱歌，我们终于发现你的专长其实是唱歌。